真没事儿。哎，帅哥，你有事吗？这个活可以吧？像我们的铅笔啊，帅哥，你有事吗？今天晚上？这个活可以不得，这个活。就 ladies and 神情吧，就是就算是你不借。你不借也木有关系啦。最重要的是要看熊孩子的视频直播的啦。你们准备好了木有的啦？漂亮哥哥，我在等你哦。今天晚上没事情，想找个妹妹来聊视频。网上美美那么多，我也不晓得该找哪一个。我在网上看了又看，瞧了又瞧，还是没有找到。看不了太多，随便找一个，反正我看了再说。Come on baby， 我邀请妹妹来视频，她一直说什么不答应。为了看到他的脸，用尽我所有的蜜语甜言。如今交友实在难，讨个妹妹倒是脸红大爱片。那拇指都摁酸，我口水都缩干，他终于视频聊天。哥哥你帅吗？我只是帅，你听着。我是高大威猛，英俊潇洒，智勇双全，气宇不凡，风流倜傥，玉树临风，成熟稳重，风趣幽默，举世无双，绝无仅有，空前绝后，独一无二，前人后人后无来者，此次一家别无分店。不会吧，哪有这么好啊，那就看看吧。有视频很快传过来，我看见妹妹还长得有点怪。我很快就开始到嘴，说晚上我想要找个妹妹睡。妹妹说我有点坏，我说现在男人不坏，女人不爱。如今的时代还谈什么恋爱，大家哎都在胡来。喜欢我吗？喜欢。现在慌也是在慌，妹妹说要看我脱衣裳。虽然听得心头慌，一眨眼马上就脱得紧当当。美女说今天晚上我们两个傻得有一点奔放，结果我上当还被她照相，最后还发在网上。传过来，我看见妹妹还长得有点怪。我很快就开始倒嘴，说晚上我想要找个妹妹睡。妹妹说我有点坏，我说现在男人不坏，女人不爱。如今的时代谈什么恋爱，反正都在胡来。这不是胡来吗？快点！怕了你们了，你们自己玩吧。快点！大姐，您换句台词行吗？您骗不上瘾啊！快点！您是不是吃复读机长大的呀？告诉你吧，熊哥哥是麦穗分子呀！